年末将近，今天来到上联国际所举办的宠物用品博览会，听说是首次打造的宠界年货大街，今天一定有很多主子们来这里搜好货，看来要遇到极品们应该势在必得，呵呵。我可不可以跟他玩一个游戏？我们想要测测看狗狗的聪明程度，有饲料，因为他大傻二傻二很傻，对啊，你闻，哈尼你看。哈尼，你看这里，你闻闻看喽，我们玩喽。哈尼，你猜哪一个是你的？看样子是不战而败了。那哈尼会表演什么特殊才艺吗？没有，睡觉趴着。我在讲他的才艺就是这样，就是趴着，就是这样、啊、走一走的。而且我现在就是不要去那个华纳，我觉得那边人多嘛，啊，大家都会拍照啊，摸他，所以他就变成又要趴下來，他又更懒了。所以我就会把他带去中祥公园，然后就一直拉，一直跟他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这样走一个小时。那你那时候怎么会养他、啊？你喜欢大犬？我儿子要养啊，可是我在带。那你觉得他好养吗？这么大、欸，好养。花费应该不便宜哦，好几万。那像昨天冷的要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窗户都开着都不敢关，我是冷的要死，后来铺电毯。夏天冷气哈、哦、两台电风扇，我夏天还是穿冬天的衣服。像他前几天我又去摸，又摸到两粒，又赶快给他擦药，不然你要是没有注意的话，等到洗澡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又一大片。哦，那也是要蛮用心的，很难照顾。你有没有后悔养他？后悔，我很后悔，我真的很后悔。真的，那个米克斯就很好养。刚刚那边有在领养米克斯，我就在看啊。支持领养，代替购买。下一位登场的是超级可爱的阿拉斯加跟萨摩耶。哎、欸，好棒！欧布，你看在这里哦，在这里，你猜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好了，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在哪里？欧布，欧布，在哪里？这里。玩玩呢、啊？玩玩在哪里？欧布，你看，玩玩，你看在这里。玩玩在哪里？你看在这里哦。等等哦，等等。看来今天的宠物展会是个失控的场合。桌，看着，走，坐，等，等，看着。太有玩才艺了哦。好嘞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没有，妈妈找到没有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嗨，你就爱。请问他会才艺吗？他只会坐下握手，坐好，趴下。等，你觉得这种狗好训练吗？好训练，我觉得它们智商很高，而且服从性很高。它们不拆家的。他们只是活泼了点，但是不拆家。我的孩子永远是最棒的。请问他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？饲料钱真的倒还好，因为饲料就是早晚固定而已嘛。那其他时间就是吃零食、鲜食，就是我自己煮蔬菜，然后水果、鲜肉食给他们吃。这样贵其实贵在保健品，他们没健保。对，所以你一定要顾好他们，你后面的医药费才会便宜。一种长期投资的概念。那有没有做过什么贴心的事情？半夜起来去厕所，还是半夜走去哪里？他们都两只都一定在我旁边。那不会理爸爸，对不对？不会。接着遇到公认最聪明的犬种 Olen。我可不可以跟 Olen 玩一个游戏，测试他的聪明程度？没有，我知道今天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重点。猜一个，猜一个。爸爸在哪里？猜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。在这里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好厉害呀、啊！果然是公认最聪明的犬种。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宠物店，然后有那种等待领养的小猫、然后它就是去跟猫玩嘛，然后起初我不以为意，然后后来就听到 Olen 在叫，那我以为它是。想要跟他玩或是怎么样，结果后来是发现说那个猫它是它的绳子项圈卡到它的嘴巴，店员就说可能是巧合，就后来就是我又去逛了一下那个店，然后Olen又在嘿，然后就看它这个猫咪又卡到了。你就是灵犬莱西本西吧？而且Olen它是我们领养的，就六个月，然后我是它第四个主人，就是它的前面的主人都没有时间陪它，就在家里面，然后就比较拆家，然后就觉得它也可怜，后来就一陆陆续续一直找新的主人，请您务必坚持爱他一辈子。接下来看 Olen 闺蜜 Dolly 的表现，在这里哦，你看哦，在这里哦，好，这样子，
这个吗？是吗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台湾犬也是神聪明啊。平常是我爸妈带啦，因为他平常住台中，啊，我平常在新竹。你们养了一只狗给爸妈带？我爸带回来的。这次别误会，长辈也是会自己带犬儿回家养。之前有花蛮多时间教稳定的练习啊，这样爱吃就好教。所以你跟那个欧练都会常聚在一起？就是我们在台中会约出去玩，之前有视讯过。结果嘞？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什么、啊。我跟欧练的无奈谁懂啊？走逛着遇到了传说中最适合当弃毒犬的咕噜。测试他的聪明程度、哦，可以了吧？绝对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啊！咕噜在这儿，我盖起来了，你看得到对不对？爸爸可以往前，好，哪一个是？哪一个是？哪一个有东西吃？这个吗？哇塞！难得遇到弃毒犬种，一定要多几次表现的机会。啊，用这个，坐下的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啊哈哈哈！给你！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护国神犬。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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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。好，接着。弃毒犬就是帅，但听说咕噜最近在家里失宠。我女儿出生，然后她就是有那种大宝，对，阿妈还说要把她送养，我说不行，我说只能把阿妈送养，狗狗不能送。这段先直接截图传给阿妈。可不可以跟她玩一个测试狗狗的聪明程度？应该是可以。你在家里有跟她玩过吗？有，藏在手里面。那我们就请主子来表现吧。握手。这一只手，哇，没有。那再一次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哦，哦，对，它比较聪明，好厉害哦！台湾犬再次胜利。下一位是总让人无法抗拒的巨型贵宾 Happy。可不可以跟他玩一个游戏 ？Happy 来，你猜是哪一只手？哪一只？这一只？哇，你真的知道哎！Happy 握手，握手，哇，可以耶！再一只手，换地换只，换手，换只，换手，换只，换手，换只，倒亏啦，还是很厉害啦。妈妈分享了 Happy 去学校学习的心得。老师有说他聪明，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但是慈母多败儿。所以您是？我是慈母，所以他是？对，他是拜儿，他还是会啊，做什么趴着趴着那些都，对啊，有吃的都可以啊，对，都有吃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食物能使狗做事，实在。他喜欢跟狗狗交朋友，这是摔跤概念呢。有碰见，太可爱了吧！他们开开很小吧？因为场面太混乱，我们直接分胜负。输了，妈，奥斗。第一届路边擂台赛，恭喜哈士奇获胜。如果我跟他玩一个游戏，比如说猜饲料在我手上，他猜得到吗？那你试试看，来，有你看哦，这里哪一个？选一个，猜对了。接下来主子登场，先来一个才艺撑住场子。预备，握手，握手，快点，哎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好，好。他 give me five 没有？他的 five 是他不会这样，five 就因为他手短啊。完全没有要留面子。小时候养狗跟现在不一样，小时候养狗是放养，那现在变成我是把它当人看。有时候我开车啊。开啊，他跑到我大腿就跨在我大腿，头就靠在我大腿上面睡觉。还有我老婆说他是我小三，真的是我小三。嗨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